港女争重。近几年 ，Angle Boost 可以话系 easy to wear 嘅鞋款，无论任何身形，只要掌握到配衬技巧，咁就即刻令你高几寸，仲有助拉长身形嘅比例。Angle Boost 之所以受欢迎，因为线条简单利落，有型之余又可以帮助拉长身高比例。唔理现瘦还肥，只要穿紧身衫配一条紧身裤，就一定做到拉长身形嘅效果。如果下半身丰满嘅话，不妨趁近期好流行嘅高腰吊脚裤。高腰裤有助收缩臀部，束起裤脚，或者系揀吊脚款式，身形比例就会有双倍拉长嘅效果啦。想直脚显得更加修长，迷你裙就绝对系 perfect match。视觉效果即刻增高两寸啊！尤其近期话题性嘅冇踭鞋，容祖儿同埋 Lady Gaga 都系佢嘅忠实 fans。至于本身已经有 model 嘅完美身形，瘦最好配衬热裤，完美咁样呈现小腿嘅优美线条。